如果你未拍过拖，真系唔好搞创作。点解？因为所有嘅艺术都系同死亡、同爱情有关。你死过啦咩？嗱，咁我哋试下噶咯。未食端午粽，寒衣未入笼。风吹鸡蛋壳，财散人安乐。大虾细，彼此为。恭喜发财，李斯特林。你有冇啲嘢特别想做噶？有咩特别？梦想。冇睇到歌词系咪你写噶？个担字担得有啲粗俗。担字点解粗俗咧？够晒认真咁样明啊！够晚上系晒晚。其实都唔使个个音都要有字嘅。有边一个想入行做填词啊？填词。有话一齐做填词人嘅，垃圾！你谂下，你有冇对嗰啲唔值得嘅表演拍手只尖叫？其他人都有其他嘢做噶，得你有梦想啊！你冇同理心，你歌词唔会写得好。你识写咩？唱歌边系咁嘅啫。咁你有冇谂过，其实你努力咗咁多年啦，但系都未成功喎，会唔会系你唔适合啊？你明唔明啊？你都唔明噶啦，我明啊。4334243024243，4334243020，系咪即系30624700啊？错。